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鲁赞。今天我还没来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上山的阵容，结果他们全跑了。这几个选手俗称跑得快，我是一个也没跟上啊。喂，哦，听不听啊？满山都是动静，就是看不着人啊。这底下菜不行，这顶上还行。你看这菜多好！哎呦，我在底下，那可惜可惜，我寻思今天完蛋了呢。今天就在这里大裤堂里转，这块争取一人踩一袋子。这块还行，你看我在这块踩的，这块这样式挺多，底下全是小的，都快给我踩哭了。哎呀，你不往那里边走，这里边的菜多钱。我哪寻思了，你们这溜的太快了，我在那磨叽磨叽，然后我磨了一磨了不到一点儿，然后我就那个什么来粘你。脚底下到处都是，这到处都是，这块还有刺老牙呢，可以掰点。刺老牙，我就掰了几次了。看啥整啥。你说咱上来那个对面那个沟有能不能有刺老牙？那个啊、那块应该有。你爸放哪去了？不是，就是咱停车那个位置对面。山车上一般都大半车吧。嗯，你看那沟塘里少啊。啊，刺老牙一般都靠长了大半车。这家大沟塘老大了，你看那离那山多老远，这边还看不着山呢。看不着啊，那沟塘老大了。咱现在是在山那边，山那边。哦，给你个袋，这么大袋儿，我天！你这我啥时候我能掰这老些刺？你看我才掰这么两个刺老牙，你给我这么大袋。这有个这也是大袋，咱这个红袋是为了挂树上的。没带点小的？没有。哎呦，凑合着用吧。哎呀，你这真下狠！你这啥时候我能采满这老些？我采满这老些，我啥也不干了。我带俩袋子可以了，这个是挂树上了，这个透明的，老远能走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样一挂，就知道袋子在哪里。看着了，刚上的时候看着。你这咋整的呀？我那个看着那个大段数啊。倒了呢，完了旁边的树桩，我这给那个菜花树桩上那大段子，转着大段子走。不，那你走多远你知道啊？没走多远。那你要那样，就刚才你喊我碰我俩的，那就是那你。不是这这个。这家伙真应那句话，你儿没丢就行。这我老爸上了一辈山，哎，今天带丢了，你说。你是不是那个看菜太多了，毛了，太毛了？没事，主要爸你主要放心我就行，我不好丢。那我把你那个拿走，然后你再找吧。不对，你把那个菜到你身上也行，你让他拿空了一身。对，要不他妈的碰好菜菜。这喊了半天我也听不清啥，这在那边玩就告诉我带着丢了。你跟杨大伟就搁这儿一阵。对啊，他偏说他跑那儿去。你这也没少踩呀！啊，你这也没少干呢。哎，来干啥？几个点？两个多小时。才八点来钟。八点来钟。啊，挺快。我现在再踩一轮一阵，就完事儿了。也装不下。他下去了，他找蛋去了。让你。没在家。过来，你下来。把袋子拿过来，我们上那边帮他找袋子去。找着了。哎呦我天，这帮人给你找半天。还有人说在下面，这我也不是，还在上头，我就去上头。真服了我。我最多在前面，后来又上去一趟，我上去一趟还找。你爸回来了？回来了。找着袋子了吗？找着了。哎呀，真死！那么说，他还跑那边去了？啊！这家伙，我和你舅子这边给找袋子呢。他自己在那，咱喊着，你忘了咱喊半天不答应啊？没下来，在那找呢，那不找着了？哎，他怎么能跑那边去呢？哎，走了，袋子找着了，袋子找着了。你这袋子不能离太远。咱跟你俩转一转呀，没有，我再背着袋子再走，是吧？我要再往上一点，真的吧，就走。哎呀，我还在这儿，我还求老天爷、三神爷呢。我说，你叫我找到袋子，我给你磕三个响头。我操！那你找着了，待会我也得磕。哎呀，老大呀，你别让我不省心。
这心让我操的稀碎呀！这家你说我这给你转悠，要不然我早上车了。真的，我俩真找袋子。我俩就是上那给你特意找袋子。那不真的。小丽别说在下边，我说我在。那你跟他找。小丽他也没说在下边。我怎么没说？他说我在你们后边。你在俺们后边。刚才我。对呀。我们从这张棒上来的。你自己找着的。这废话。哎呀妈呀，那你就搁那溜着，咱插走。啊，我又坐底下转了一圈，一直不对，还得上。还搁上呢。那你那阵再喊着点才能知道你搁哪儿。你不喊，你跑我头前，我哪知道啊？这人怎么又攒不齐了呢？怎么？老刘，这喊又就丢一个。有水。有啊。哎呀，没少干呢。行，不少。今天我小舅没少整。行不行啊？这家伙喊的。他们都回来了，早都回来了。那个袋子应该是咱们的，我也忘了。你不信你就放你袋子里吧。大姐吧，我要不等你呀、啊，我都到家了，我酒都喝上了。你早晨你有劲儿不使，你现在是有劲儿使。这都几点了？两点了。你要不然你搁这住下吧，我车顶有吃的。这车真好。嗯，玩舅他们也没少踩，他们干了一百来斤。哎呦，差不多。第二趟啊？啊，不是，加起来两趟。这第二趟又干一百。啊，第二趟干一百来斤，疯了。那那个，碰了一片，你看老师好。你要是早晨，早晨你得给这个劲儿使上。给我来多。我在这碰着，全一大家子躲着他。撤退，走了。我们的大部队人员越来越少啊！看看，今天就我们三个，看看能踩多少。那个腿儿又不行了。但愿今天成绩满满。我们改变方向过河喽，进山喽，太阳刚刚出来，露个小头。哎呀，累死了。看看今天怎么样啊，味菜都出来了，这看看都出来了，黄香采不着，采味菜吧，终于撵上你了。年味还有味菜，菜都老了。老了没办法，见啥采啥。你看挑的这点玩意儿，黄香，哎呀，也挺好。啥呀？哎呀，挺粗的。一出枪就长毛毛。这是啥呀？这是菜。这是菜。哎，大花了。我也是大花了，我也是一大兜子，一半微菜，一半黄香，见啥裸啥，今天不管它。哎呀，不好弄。你指的一样的那个采不了那么多了。那个老的老，没出的没出。哎，我把我的黄香到你那里啊。行。就半兜。我采黄香采的少。嗯。哎呀，真带劲。大姑父发现窝子了，脚后面
脚边上还有一朵。哎呀妈呀，刚才要早点到这来，何苦在下面磨那么长时间。我不从这边来我还不知道这儿有。嗯，那家跑了这么老远。怎么样，董哥，累不累啊？累不累？累吗？上山都不累吗？如果今天背这些还行。不少，超额完成任务。超额完成任务，早都超额超了。董哥给自己预定的任务完成了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们大姑父的。今天他不好生干，回家不给他饭吃。不吃。他怕不给他饭吃，他带老多饭，他都给炫进去了。回去就不用吃了。嗯，那回去不用吃了。嗯，休息一气儿，再有一气儿就到河了哈。到山底下到不了河，正式装袋子回家了啊！不踩了，说好不踩了就是不踩了。牛嘴呢？啊？牛嘴呢？哎呀，背不动了。今天闷热闷热的。意思你的窝子没有了呗？我的窝子没有了，到头了。像你这个大斗撅子是垫多长时间了？哎，这大斗撅子是真是没啥到头。三撮完事儿了。嗯，这也算窝子。哎，那也叫窝子，那你也采了好几朵。对，采三朵。谁告诉你采三朵？我采了30多。快装。胜利到达目的地，终于到车跟前了，累死了！哎呀妈呀，你别着急脱衣服。热，我也热。啊？能行吗？别着急脱。半辈子了还不能行吗？哎呀妈呀，这出了那么老多汗，完了带受风了，可不合适。走出发，满载而归。